Our next speaker is someone who I'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and it works for a company that is definitely a leader in open source in China. Huawei was one of the firs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o join the Linux Foundation. They were the first to join the Linux Foundation as a platinum member. They serve on our board. It is my pleasure to introduce Evan Schott. He's the Vice President of Strategy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t Huawei. He has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nformation computer technology field. He has been working with Huawei for years. He is in charge of their open source strategy. He is here to talk to you about how Huawei i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open source. Please welcome Evan Schott. 好，感谢Jim的介绍。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到北京，特别是我们来自国外的一些朋友。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有机会能站在LC3中国的讲台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华为在开源领域的一些这个。经验或者说一些这个思考，像Jim刚才介绍的，华为公司呢是在中国来说的话是最早参与开源的公司之一。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使用开源或者是参与开源。在过去的四年，我们是2014年，华为公司把开源做成我们整个战略的一部分，是我们开源开放战略的一部分。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可能更多的就不光是使用开源，我们更多的叫贡献开源，包括主动的做一些开源的这个代码的贡献。过去的四年呢，我本人也是有幸的参与到这个外部开源工作中。昨天继母讲到了一个非常这个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我们说的他说的三个。 齿轮啊，快速旋转的，而且在互相支撑的三个齿轮，这三个齿轮就是项目、解决方案和价值。我今天呢，结合大会的主题呢，也分享一下就华为在这方面的思考。核心的目的呢，一方面是做一个分享，一方面呢，也是想和各位一起这个探讨，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面向未来。 我们能不能，或者如何进一步的来释放，开源的潜能？我们也希望开源在未来产业发展的端到端的环节中，释放更大的价值。这张图的话，左边的80%，实际上我是想用28原则，不过这里的主角是开源。 开源呢，我们说可以无处不在啊，包括我们说在终端系统，80%的这个系统实际上是基于开源的安卓操作系统，然后在云计算，包括云服务，80%的这个系统是架构在开源技术或者源于开源的，80%的合作伙伴，应该说也是80%的我们说开发者的很多工作啊，也是跟我们的开源社区和开源系统相关的。 另外的话，这个无处不在，还体现在大量的这个技术堆栈上。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最热点的技术无一没有都是有开源的背景包括 AI 包括区块链。另外一方面就是开源无处不在的话，更多的也体现在各行各业，各行各业都是在探讨开源。但是80%的背后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快速的变化？ 我相信，一方面，可能有赖于像类似林武基金会这样的开源领域持续贡献的社区，也有赖于我们各位在开源领域的这个从业者和贡献者。但我认为最本质的，实际上是右半部分开源的价值，它在不断的加速的释放。所以讨论到这个开源的价值和它的优势，我认为呢。 开源的这个优势的本质，它实际上是解决问题，包括面向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它这个开源不断的快速发展的关键。
这里引用了一句乔布斯啊，我们说乔布斯乔帮主他本人可能没有做开源啊，但是他的这句话实际上我认为是可能更多的诠释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啊开源的本质。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才能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解决问题、最终创造客户的价值，正是开源的终极目标和意义所在。那具体到每一个开源社区的开发者，我相信大家最终的目标也是希望自己贡献的代码能够发挥作用，被这个所认可。所以我们讨论到贡献讨论到价值，可能开源的贡献想到最多的或者第一反应是在社区的贡献，比如贡献了多少代码，代码的贡献的排名是多少，我们贡献了多少个开源的项目包括在开源社区里头的一些关键的席位到底如何。那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当时四年前华为在做开源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比较多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可能是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就是华为自身就是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认为呢，当时认为开源呢就等于代码。我们把当时把我们考虑把代码把我们的项目贡献到社区里你去了，我们认为就开源了。但事实上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只有被用的开源代码才是真正的开源，没有被用起来的开源代码它可能更多的是躺在或者说我们在角落里布满灰尘的一些机器里头的一些符号。因此呢我们就希望包括从华为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关注另外一些视角就是持续的可落地的面向客户的落地应用的贡献。核心是把客户和开源连接在一起，真正解决业务中的问题，来兑现真正最终兑现开源的价值。不可否认的话，在开源落地的过程中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很多同行或者一些企业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认为没有阻力的事情其实本身可能也就不值得做了凭借着华为本身的一些在产业里的这个特点包括我们有更多有可以离客户比较近我们有很多的渠道所以包括我们的一些社区的实践，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努力的把开源带到客户中去。而从客户的视角来看开源的价值，我们认为呢可以有三个层次的一个价值。一个最基本的是要可用，就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其次呢是好用，能不能高效的容易的来被使用。第三个的话是要可放心的用，就能够让人用的安心不用去担心掉入安全法务的一些这个黑洞中。我就结合过去几年华为的一些案例呢来讲讲这三个层面的一些案例。在可用方面的话我想分享的是一个数据治理平台Carbon Data 这样一个开源的项目。当时我们在跟客户交流中特别是在跟金融行业的这个客户交流中金融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金融行业的数据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浪涌式的数据，比国内的一个最大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客户为例，它一天的这个数据量是这个处理量的话是这个三亿笔，高峰期的话是6亿笔，这样一个浪涌的一个数据。同时的话很多客户也希望对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包括它的灵活性就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银行的数据包括它的现状，实际上是很多数据是来自于不同的这个系统它的这个系统是它的数据是过去的分系统上来构建的导致了整个数据大量的冗余
没有这个统一融合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数仓，这个阻碍了实际上运营商啊的运转，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融的一个客户啊，它的这个快速的转型。那当时我们也发现，如何应对这种浪涌式的数据，把这些数据的最大的价值发挥出来啊，已经是成了当时整个行业的一个共同的这个痛点，也是一个普遍的诉求。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数据治理的这个 Carbon Data 其实也就应运而生了。它可以做到PB 级的，比如是10万亿记录的数据规模，在多个查询条件下，可以能精确到秒级来找到目标的数据。那这个系统的话，也是在开源社区的帮助下，目前的话已经服务了1000多个商业的客户，包括金融、能源、电信等等。比如国内比较典型的有大的工行、招行、上交所、深交所等等大的企业都在用我们这个这个开源社区这个这样相关的这个技术。在好用方面的话，可能也是跟大家特别跟社区厂相关的。我想分享的是多个跨社区协同的一个 Open Lab。因为我们在帮助客户部署 Open Lab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相关的很多工具 SDK 和 Open Lab 集成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来源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个 SDK 的代码的质量包括我们的工具质量是由不同的社区在维护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而我们的这个 OpenStack 社区它是没有对工具 SDK 的一些验证的这是一些这个当时一些典型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在这个 SDK 上客户他发现了就是他想要的这个工具是不全的可能分散在各个社区。所以当时的话我们也跟那个 Intel 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伙伴一起我们在社区发起了一个 Open Lab 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识别了当时主流的生态工具包括 SDK 与 Open Stack 之间的 gap 我们一起呢补齐了整个工具的这个生态链。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联合 Open Stack Kubernetes 包括 Cloud Foundry 等等开源社区一起在多社区间来这个共享工具，让工具来能无缝的集成。我们也支撑了这个整个社区共同的这个协同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更好的让客户更放心的使用这个开源方面，这里头是一个协助客户来做这个开源治理的一个案例。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各个行业都是在做这个这个都有大量的开源无处不在特别是在金融。那金融行业大家应该知道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就是finance technology fintech。那实际上现在的这个金融行业呢，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在转型。那很多新兴的这个银行呢，它也自己认为是一个创新的科技公司。在金融领域呢，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金融体制的软件实际上从过去封闭的比较叫什么就是原来是专用的一些软件上正在逐步走向开放所以大量的开源的使用。只不过金融这个行业有它的很多特点特别是对安全的要求包括对法务的这个要求同时的话这个在客户选择整个这个架构的时候也要考虑我们的竞争力还有一些成本效率所以我们的一些客户特别是金融的客户呢也找到华为我们相当于让我们分享一下华为在开源中的一些经验包括它的这个从企业角度来看的话它的一些管理体系。我们是从浦发银行这个一起呢成立了一个开源技术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进展。那我们这里头的话其实也呼吁在金融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成立开源治理的一些联盟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应对金融领域的一些共性的一些挑战，让我们的开源更好的更快的
来构建一个更开放的开源的一个业态。前面分享了三个具体的小案例啊，实际上面向未来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就是如何啊，因为我们的开源的这个组织，我们实际上还是发现这个开源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啊，开源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倡议啊，希望我们在我们开源更自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包容。所谓的更包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比如啊，我们可以和一些开源标准的组织去做一些合作啊，或者一些联盟的组织做合作。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我们的这个容器的这个发展过程啊。当时Docker 提出了自己的容器引擎和这个镜像格式以后，比如像 PowerOS、Apple 啊，他们也纷纷推出了这个竞争性的一些这个引擎和这个镜像格式。但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各家技术不兼容啊，市场被碎片化，然后呢，客户其实也很难选择啊，所以各个厂家呢，当时联合起来通过 OCI 啊这样一个社区，来制定了容器和镜像格式的一些标准，然后确保了容器的镜像的可移植性，也确保了我们整个市场没有被分裂。也基本上也奠定了容器市场现在繁荣的一个基础。那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进一步在面向未来，我们不但是在开源以后可以引用标准或者这个使用标准的方式，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开源的组织也可以和已经存在的一些标准的组织可以做些合作这是一个建议这样的话让开源把它自身的最独特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和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模式做更好的配合。面向未来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说开源实际上在我们这样强的一个能力的基础上，能不能去更能去把握面向未来的机会更加勇于担当因为我们说开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场景在呼唤开源，特别是在行业数字化的这个大背景下除了通信，包括我们讨论的刚才提到的金融还有制造、交通、医疗、能源、政务等等这个市场其实都在做数字化的这个转型和变革。那其中的很多问题很多客户的痛点其实是可以用开源的技术包括用开源的能力去解决的。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开源其实还是有非常广阔的这个施展武艺的这个地方有很大量的机会和空间，它能够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华为也是愿意跟我们的开发者的社区包括我们的开发者行业的伙伴和客户一起来探索和这个释放开源的价值。这是最后一页我想除了我刚才讲到了几个小的案例其实我们也就是也其实在实践或者面向未来的一些行动。从华为的角度来看的话华为的就开源作为我们整个开放战略的一部分华为是将继续聚焦在我们说叫 ICT 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上，华为会严格这个遵守我们的边界同时呢，守住边界的同时呢，我们把我们能力开放出来开放能力的加大投资，然后服务于我们的开发者更积极的参与和回馈到这个社区的一些工作中来同时我们也希望在面向未来在新的商业模式上包括面向客户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包括标准开源联盟的一些这个互动和协同上也包括面向行业数字化大量的挑战上，我们和我们的伙伴和我们的这个社区和我们的开源界一起来探索和合作。核心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更充分的这个释放和释放开源的潜能，发挥开源的价值，那一起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